何摇出有效卦？第一，摇卦古人起卦必须什么？洗手，然后焚香，焚香再摇卦，再找的都是有神位的，一般家都供神位比较讲究，咱现在的供佛的比较多，是不是？供道的比较少。其实真正学艺应该什么？供道家，因为咱道家，你看，那些道士都背着阴阳，背着八卦，是不是？咱们现在学的六爻，其实也是道学知识的一种，听懂没有？啊，咱们就现在就觉得，哎呀，我就学的是周易，其实道家学问叫山医命相卜，武术是道家的一个什么主流？说你是个道士，如果说你不会算卦，不会算命，不会懂风水，不懂风水，你就不适合做道士。不懂得阳盛，善是指什么？阳盛，懂不懂？懂得阴阳，懂得阳盛。义呢？道义。你像很多的有名的中医，古时有名的中医都是道士，懂阴阳。三义命指什么？四柱八字，还有些什么六壬等等，看人命的。这些相呢？面相，还有个风水也叫相，那是相地，一个相人，一个相地的问题，听懂不懂？看人的面相，知道你吉凶祸福；看地的面相，叫地相，又叫看人，是不是？看地的面貌，是不是？大地是不是有面貌？对，所以他包括这样：山以命相。卜，卜是指什么？六爻卜卦。命是指什么？对人一个命运的去路。那卦是吧？这件事情能否成？国家、世界以及你掉一个镇，这些具体的小事、生活中事，都是用卦来预测。所以八字和六爻啊，它是两个系统。八字是对你一个人的什么？出生年月日时，根据这个为基础去推是吧？你的人一生的什么吉凶祸福成败，是不是？你要达到什么层次？你是有钱人呢，还是贫穷？你婚姻怎么样？你身体怎么样？是不是？你事业怎么样？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子女怎么样？这是通过八字是可以看出你的一生的一些大况。你自己以及每年的运气如何，通过八字都可以看。但是呢，如果我有一本书我找不到了，你用八字是看不出来这书根啊，是不是？你只能用六爻的方式摇一卦，我看这本书在哪。说我今天要吃什么东西了，有的人预测啊，今天能吃什么什么东西，你用八字是看不出来他能吃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八字呢，它有着这个六爻啊，是八字一个补充。所以你把八字当作人生一个大框架，六爻就是框架内的一些点。所以八字是一个面，六爻是生活中这个面中的一个点，给它放大，给它细化，是不是？所以你要懂八字，那懂六爻。所以有的人说，六爻也可以测东西的。但是六爻测东西啊，这种理论不成熟，听懂没有？他没有四柱这种测终生这种成熟。所以六爻有的要不少说，你懂八字的时候就不用六爻去测东西了，因为它太粗犷，没有四柱进去。有的说，那老师你怎么不写一个六爻测东西？我说我都会四柱能测挺准，我何必再研究六爻测东西？而且它是功能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四柱和六爻它的区别。那么咱再回过来去谈这个爻卦。那么焚香洗手目的是干什么？就是静心，是不是？洗洗手，上个香，让心静下来，然后你再爻卦，你神仙起定，
你才摇得光，才准，懂吗？如果你心情恍惚，你摇是卦，往往这个摇动就比较多，四个摇以上，听懂没有？凡是起着卦三个摇以上或者四个摇以上动，你可以肯定他心情不稳，这卦是有效率就很低了，听懂没有？他心情很乱，因为他心情乱，摇着卦，他也是乱动的，因为你心乱动，卦就乱动，这卦永远和你心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建议，如果四个爻，有的人告的卦是也可以断，但是他心已经乱了，你断他也不那么精确，一般卦是就不断了，就叫你隔段时间再重摇一卦，听懂没有？所以四个爻以上的卦，尽量就不要再往下断了，懂了吧？你叫他静五分钟，洗把脸，然后再摇。因为四个爻以上，心就很乱，他意念不集中。第二，摇卦是什么？以气合成啊。摇卦过程中不能分心，因为它是意念的感应。这个意念呢，很关键。一般来说，要什么？钱放在手心里，默念，也不用啥默念一分钟，那个你还跟他想时间，那就错了。你起码就是，比方说，我想找个工作，何时能找成？这个意念，就意念，我想找个工作，何时能找成？他就必须是个问号，听懂没有？有的人意念是怎么？我一定要找工作，我一定要找工作，一定要摇着好卦，有没有这样意念？你不告诉我一定摇着好，还保佑保佑我，保佑我，还眼闭着挺虔诚的，这是意念发错了，信号发错了。听懂没有？还保佑你，警察有不少的义友啊也好，还有其他人，曲老师，你保佑我发财，保佑我。我说我又不是神呢，我保佑不了你，所以别求我保佑，我都自身难保，是不是？保佑什么？所以咱不是神，咱也不能造神，是不是？所以咱实实在咱就是人，我只不过是咱通过这种预测方式能解释一些信息。但不是神，听懂没有？所以这一，而且一气合，为什么有时候咱自己摇的卦，有时给自己断不准呢？一个是自己道学不了自己的八，因为他不能客观去认识，总是主观加了很多因素，是不是？对自己预测往往不客观，不太相信，不太愿意接受那种不可能，是不是？觉得卦不太合理，觉得这卦可能无效，得的再摇摇卦，这倒摇自己觉得满意的，那是什么时候在作怪啊？自我的一种什么主观意识在作怪。人都是一样，不少人呢都不愿预测到自己不想要的结果，都想接受一下自己想要的结果，自己不想要的结果他尽量是因为这卦不准这样。想要结果尽量要做一些，是不是能信赖？所以有不少人去预测以后，越是有名的大师他站眼前他越害怕，为什么？他怕要说是不好的，他不太愿意接受。所以为什么咱们经常在这种预测中你说他不好他容易跟他起冲突呢，不爱听呢，是不是？其实话真不好他不愿意接受啊，尤其两个小刚谈恋爱的这两个人，你要是说这个男的不好，基本上你这卦你不能捐胎也差不多，他肯定说你不准，你说他前途无望，你说他怎么这个人不行，那肯定不行的，是不是？你就说我未来不行，我现在叫你就不行，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这个预测一定要是吧，你越有名的时候
你说话应该越策略。你看什么人说你真正会预测的人，一个人在场时候你怎么说，两个人在场时候你怎么说，一帮人在场时你怎么说，有一帮人在场时你保定他的人生就等于给他这一辈子面子没有扒下来，你这就将来啊管啥不是见玉料，你将来就在走了，你这个这一下把他的前途弄了，是不是？今时那天是见玉料，你不能当众说，是吧？你不能现在就盖棺定论，你不能说。所以一般遇到这样的人，就在你面前，你不能说他以后不好，以后不行。说真正会预测叫单独预测，就那俩字，说你啊，以后你从你八字上哈，你有官在，你得注意点，在哪代哪代期间，告诉你你容易有官在，在哪代哪代期间，你不能说你那个就是见鱼料，见来肯定见，你不见鱼，你不常见鱼，你就欺负他人，有没有这样说？有，这不是真正预测吗？当时没有那么说，就像那个医生啊，你上任何上医院去治病，就是一个感冒，你说我上你这治一个礼拜的好，医生也不说保证一个礼拜好，医生说治治看，都说治治看，是不是？哪个医生就是个感冒的也不会保证好？为什么？医生啊，尽过命，就是说这些病人多了，他有些病人呢、啊，他可能你有些病人你不用治，一个礼拜好；有些病人他有特殊的体质，他可能一个礼拜他也不会好，懂不懂？他有特殊性，卦也是一样的，他有特殊性，人都有特殊性。咱们给预测是什么？大致规律，70%以上的规律咱是能把握住，再加上个人灵感，20%左右，就是你达到90%很高，听懂没有？你个人的卦感加上什么？70%左右，这个90%，剩下那些10%有天机不可为的，听懂没有？八字也是一样，你能测准70-80%，仅凭八字不参考其他信息，那就是高手。你要更准，必须结合这个人的背景、出生地，或者他的职业等等，或者他的面相，听懂没有？综合去判断，能达到90%，还有10%，那是在什么？在外面。如果谁能达到100%，早已定义为科学，是不是？对吧？为什么迟迟不能达人？因为你不可能100%。同样的八字，死的时间不一样，结婚时间不一样，你怎么就能？是不是？确实有吧？但是他人生的富贵大致程度是一样的，听懂没有？婚姻尽管娶的老婆不一样，娶的老婆年龄也不一样，但是婚姻不顺，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各有各的不顺，有的是死了，有的是做病的，有的是一被打的。反正肯定都不顺，不顺的形式不一样而已，懂吧？所以只能说婚姻体现一个不顺、不利、不好，那不好的形式不同。这要结合个人的性格或者个人的什么地域。东北人他不顺，基本上容易什么跟老婆干架。东北有不少的男人就有点什么大男子主义。很容易打，你像有些地方的男人，他一般不那样打，是不是？至于养男人都能放松，你像上海男人，他愿意下厨，是不是？东北男人下厨的少，一般都是老婆下厨，这就是一个地方的什么地域的习惯，是不是？所以不同同样的八字，不同地域，因为受这个地域影响，他自己。有差异的，那么摇卦最好自己摇，不自己摇，别人记，这样不是一份人。因为你在摇卦的时候，如果摇摇，你还得记得本人面，你是不是分神呢？对吧？所以最好一个人摇，一个人记，这样才能什么？让卦信息更准，所以要以气合成，
不能呢摇摇卦，有人插话说话，他就跟着说，哎，我这么摇对不对？都摇了一半，那就属于分神了，分性了，听懂？而且在摇的过程中，从开始意念起码要默念十遍左右，是个问号，然后呢继续摇，在摇的过程也是意念起中这么摇，不能跟他问话，哎，我这么摇行不行？完了，分神，或者别人插话，他跟他分神了，这块又受干扰，听懂没有？所以基本上你六爻卦，它不是八字，它不是你生辰时辰，它是固定的，这个是很容易受干扰。所以爻卦的时候一定是一对一，懂吗？这个很关键，你这样才能摇出有效果。第三，出现铜钱掉落，有时候摇一摇哈，咱还没想放，突然一个钱掉了，钱掉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哎，这种情况。那么掉了就掉了，就像之前落，其他一块就送，听懂没有？要自然掉落，不能用手去堵，或者自然掉落到处去滚，不要拿手去堵。哎呀，滚那么远，这那就掉坑了，掉坑就掉坑，这都是天意，是不是？但是你要记住，这个掉坑的会有讲究，这样掉空，这个样代表人生不恐怕要有点有问题，你心里有个数，这就是一种外应，听懂没有？哎，比方摇到三四爻，突然的钱夹在哪儿，还落在哪儿，那你得注意，这个三四爻代表的人事物有点信，这就是一种什么影照。这个是你只有亲自摇才能知道这种感觉，但是有些卦是不注意，所以这就是那个当时那种时空有这种现象。这个有时候经常摇水卦，这卦什么是立着的，不是卦，一个铜钱立着，有没有这种情况？会出现铜钱立，你这个阴阳辈就分不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不能说随意按一下了，而是什么？这卦就不能不作数了，重新摇，懂了吧？必须重新摇。这是刚才讲过了，哎，重新摇一摇什么？得过五分钟，哎，第五，错卦错断，错卦错断，你摇着卦一年都集中，但是你排卦排错了。当然了，说我是熟悉卦，我都不会排卦，排错了，你不能错卦错断，那不算啊，听懂没有？那一直错卦错断。说你比较熟练的排卦，偶尔排错了，那就什么错卦错断，听懂没有？往往这个时候天意让你错，有时候断的话还挺准，懂没有？你不要纠正，你后来发现万一我这卦排错了，纠正出来那反而还不准了，懂吧？所以有这个错，这是一种天意，这就是说在正常的六十四卦里以外的东西，明白没？这就是天地之间有什么？有长相，有横相，也有非常相。地震是非常相，是不是？或者有些南方都是一般都是零上二十度，冬天也是零上二十度，从来不下雨，它偶尔会下，六月下大雪，永远战神。甚至我们北方六月份那是下了大雪，这就是天气非常相，有这种情况吧？那这都不一样，非常相，错卦错断也是非常相。这就是错卦错断，有时候你或者你哪个六亲，或者整个卦爻你排错了，这都无所谓，不用纠正。但是条件我还是强调什么？你在熟练排卦，但是咱现在基本上都不用什么手牌了，是不是？
都用手机或者用什么拍盘了，这种错瓜错蛋几率就少，听懂没有？所以基本上那也有时候错了，他怎么事，你可能是错了，是不是？这个是一定要什么说，我偶尔数着错了，以前都挺熟练，偶尔数着错了，意思可能是便宜，你这马虎混混马虎混混错话的那不行啊，听懂没有？所以尽量要什么不要马虎。第三，爻卦的卦前选择很关键，卦前选择，因为这是以卦是否有效的一个根本因素之一，是不是？咱们用有的说书上经常用什么乾隆铜钱，乾隆铜钱确实也是比较好，因为为什么取乾隆铜钱？因为乾隆是盛世，是不是？对。那什么唐朝铜钱可以不可以？你很难弄着，是不是？那也是盛世，你弄不着，弄着也是假的，对不对？那时候很古。那么乾隆钱跟咱比较近，你现在弄着也能弄着，是不是？但是现在市面流通的大部分也是假的，所以都是仿造的。如果有真乾隆铜钱确实准，但是你仿造的比较多时候，那就不如弄现代钱，听懂没有？现代铜钱，咱现在铜钱取那个什么有梅花那个，有梅花那五角钱，听懂没有？那是真铜的，真铜版。现在基本上市面没有了。好像在现在啊，有梅花那个铜钱现在很值钱，值钱的，懂不懂？就有梅花，梅花，就有个五角钱带梅花的。老五毛，1989年，2001年的都有。那个图片有个五角，五角那个旁边是一个梅花的图案，那个是纯铜的。现在咱也属于盛世，是不是？其实全民的生活水平比以往高得高。别看那个乾隆时代啊，还有什么唐朝啊，那些好像是发达的，但是平民百姓生活还是不行。听懂没有？在那个时代局限，咱现在啊，就可以说是盛世，而且已经超过咱历史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科技，咱全民众的14亿人口生活水平，偶尔说个别的吃不上饭的是极特殊的，是不是？极少，大部分都是挺好。现在是真正的盛世。那么你摇卦，咱测的咱不是测古代人，古代人咱测的现代人，是不是？现代人就用现代的钱，不更好吗？对不对？因为这信息才能结合时代嘛，对不对？咱摇卦无非为是什么时代性嘛，对吧？你不是测古人呐，你替古人担忧，是不是？有没有替古人担忧的？有，就看电视剧看什么替古人担忧的。哎呀妈，他死了怎么办？他早上死好几千年了，担忧什么？秦琼跟给谁俩干？关羽干的，他俩怎么打？上差一千年，你来打我，为何来打我呢？所以叫关公战秦琼，点入这场戏，你这怎么唱？我怎么掩护你上千年？所以我一般都选择这个五角钱，用用现代钱，懂吧？再一个，说现在五角钱不要找不着怎么办？选那个有一角钱的，铝的也好使，听懂没有？铜啊是。铜的什么导电性最强，其次就是铝，听懂没有？那铝的一角钱也好使，那个杠泵不行，听懂没有？杠泵不太准，那个大的一块钱就沉那杠泵，那不太准啊。我就为了验证啊，这个铜钱那个杠泵五角钱还有铝钱，就是摇了好几百卦做试验，
最后发现了吗？那个五角钱是最准的，信息最灵。那个铜钱，咱基本上讲选择铜钱，讲到这儿啊。那么下节咱再继续往下。